啦，去到18:00邊先做對沖，其實我覺得意義唔係太大嘅。咁反而咧，我覺得係以一個執倉形式咧，我會更加容易啲嘅。點為之執倉咧？即係當你一個，譬如你有港股倉啦，可能你有5隻股票或者10隻股票，咁你咪趁呢個時間，你股票換股票，即係換佢一啲相對之下喺今次咧，你幾明顯睇得到，可能港股日後有一個反彈，佢係容易跟嘅。同埋佢或者對上之前個業績比較好啲嘅，即係我會將一啲同埋你借機會有一啲，譬如今日大家都見到地產股係幾明顯係差啦，你睇新地嗰啲，即係你而家因為個息口問題啦，咁即係地產股可能會睇一個咧，出面可能比較少，即係講個叫 cap rate 啊，咁你而家你係真係冇乜水位嘅，所以我覺得本地啲地產股咧其實係真係要小心啲嘅，即係譬如如果你有好多本地地產股，咁可以譬如新地會領展啊，即係呢一類咯，甚至乎我唔揸地產股啦，我可能將啲地產換去一啲，譬如有啲人地產股都炒價嘅，咁或者係一啲即係博私有化嘅，咁你可以睇下有冇第二啲行業會有啊，或者你話博炒價嘅，會唔會換去啲科網股啊？甚至乎你話我收息嘅，會唔會有更加穩定嘅收息股啊？我覺得而家反而係做呢一樣嘢，將你個倉執一執佢咧，會容易過你呢個18,000幾先做對沖。嗱，對沖講嚟好容易啫。咁譬如嗱，當我譬如18,000點我做個對沖啦，當我嘅成個 beta 同個恆指一模一樣，都係一對一啦。即係因為你都知道有啲股票係個 beta 值高啲噶嘛。咁如果你咁樣做嘅話，嗱，咁你幾時解個對沖咧？咁跌到17,700，咁突然間彈到去18,200，咁嗰刻你解唔解對沖咧？個問題喺呢一度啫嘛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做唔到，反而我覺得實際少少，我自己執咧都係換股。即係可能我有十，係到啱啱咁，我10隻，可能我就譬如新，如果假設我有新地，可能我可以換去領展啊，起碼領展 VC 嚟嘅，大家都係地產，大家都係以一個收租為目的嘅，咁佢起碼叫做佢派息，佢真係賺錢嘅90%佢要派出嚟，咁一啲私人嘅地產公司，唔係私人地產公司，即係可能家族式嘅地產公司，可能佢有第二啲嘅考慮，佢可能突然之間佢派少啲咁樣，咁你喺收息角度嘅話，你咁樣去執下個倉，我覺得容易啲咯，實際啲咯，同埋。